要说什么？要娶到我们，我们就张明真接受我的挑战吧，去吧，神奇宝贝球。那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张明真接受挑战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再来一次。好，第一关呢，就是人生这种求生守则，就是呢，你要在一分钟内讲出倩怡的十个优点。美丽、大方、漂亮，长得高。那请问倩怡的缺点？没有缺点，有缺点吗？现在我们需要两人一组做 S10 的滑雪十秒。比特币也可以，九九个。爱妻宣言，你觉得不好吗？张元真在此宣誓，倩怡永远是对的。跟他在一起的这几年，我非常感谢，有倩怡在。这是新的台词哎。对，然后他改变了我很多，让我的个性慢慢变得圆融。手指紧紧紧，红阿婆会甘心。谢家真的很不简单，生出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女儿，把她教育成人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她。妈妈今天还没喝咖啡吗？我先喝个咖啡。有练过，深蹲姿势标准。哇，恁挂金鸡，互恁一后看大鸡。然后也谢谢他有这么多对他很好的亲友跟姐妹陪在他身边。嗨，倩怡，很高兴你就是走上红毯的这一方。今天终于见证了这个幸福的完全体。那这20年来呢，作为你的同学、朋友、兄弟，非常荣幸能够在你这人生重要的日子能够参与，然后见证你的这个幸福。真心的祝福你，就是找到就是人生的伴侣，你会很幸福的，加油。那现在生宝宝的话，天秤宝宝可以，所以我想要在明年10月份的时候看到小真真或是小倩怡。今天练了这么久的肌肉，就是拿来帮你抵挡这个伴娘的挑战。做兄弟的，只能帮到这边了。接下来，相信你们一定会越来越棒，越来越幸福。
真的非常感动，就是等到这一天，从出社会一直到现在，看到你们这样子的成长。未来的日子就是我们大家都会在雪场见。恭喜你们，就是我想一下，你一定要好好对待我们家倩怡，她可是我们从小陪伴到大的玩伴。然后也很开心，终于看到你们两个，共结连理这样。虽然我人在美国，这次很可惜赶不上你们的世纪婚礼，不过还是要录一段祝福的话给你们。很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那今天听那个珍珍在讲那个爱妻宣言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是听到蛮感动，也是落泪。那我相信他一定会对你很好。那倩怡，既然我都拱手把我的爱元珍让给了你，往后的日子就拜托你好好照顾他咯。那元珍，既然你也选择了倩怡，就要好好珍惜这段难能可贵的姻缘，那就先这样咯。回台湾我们再约，后会有期，拜拜。会照顾你一辈子，然后会努力变得更好，让你能够对你更好。过去成家之后要好好照顾，要互相照顾了，尤其就是小两口啊，一定要那个恩爱到永远。好，好，我们很舍不得，希望你们能平常可以回来探视他们。照顾倩怡，那我们也会很常回去陪你们。我一向都是你们的保护者，就不用担心。我很常回家，现在你会对我很好，所以我真的很高兴。